假如你拥有了一张学霸卡，恭喜刘班黄强强同学再次获得全校师范联考第一名的好成绩。王强强，再接再厉。嗯，校长，我会的。你们听说了吗？我们学校最近突然出现了一个学霸。听说了，据说他以前成绩非常差，考试十分都拿不下，这次十班联考居然能超过我们原种班长，拿到第一。我不服。谁服不服？你谁呀？过敏找医生，来我们班干嘛？黄坚强，谁不知道我才是这个学校名副其实的第一？那每次考完试，校长都得给我磕两个。这次十班联考，你肯定作弊了。哎，同学，校长可以乱吃，话可不能乱说。我可是凭实力拿到的，对吧，向平？对，他确实有那个实力。我不信，你明明一直都是倒数，况且这次题那么难，你怎么可能？是骡子是驴，我们拿出来溜溜不就知道了？怎么溜？你要觉得我作弊了，我们就把这次十班联考的卷子拿出来，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再考一遍。输了的放弃所有名号，离开这所学校，敢吗？当然。你输了？不可能，这绝对不。大家迅速操场集合啊！下节体育课，黄坚强，动作快点，就差你一个了。反正体育课也用不上，先放教室吧。这家伙能考那么高分，肯定是用了什么手段。袁总，你这退了学还来我们班，不会又是水土不服吧？我就是怀念校园生活，我这就走。他到底想来干嘛？难道？黄娘娘，我说你最近成绩怎么突然这么好？原来是因为这个。